鲍鱼，哎，这就是，对吧？这可是真的是好东西，一给它撬开，鲍鱼哈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能吃，你知道了吧？看到了吧？我把它整个都拿出来，哎，鲍鱼这个后面这一块是它的内脏、肠子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是去掉的。它的这个地方是个嘴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屁股，是个屁股，把这方给它掐掉，看到吧？所以哎，它不是说哎什么东西都能吃的，这是哎这是可以的，高蛋白，很高很高的那种，嗯，海虾。海虾是鲜甜的，你知道吧？它那肉，哎，